从芦荟的根部划一个小口，顺着一个方向拧下来一个芦荟的新尖大叶片。先把这个白头给它切掉，这个位置不能用，大黄素很多。一个人用药呢，切三指宽，分成小段。哇，果肉很肥厚，泼在水内泡个10分钟，水里面滴上2到3滴的分解液。由于时间原因，我就不泡了，捞出芦荟段，削掉两边的边刺，扒掉芦荟的外皮。扒掉芦荟的外皮，胶质很粘。拿一个小碗和一个小篦子，顺着一个方向刮取芦荟的鲜汁儿。胶质很粘，刮在这个小碗内，滴入2到3滴的分解液，搅拌均匀，捞出，虎口掐断。放在掌心助阳打泡，打好以后就可以来做凉了。芦荟鲜汁灌敷。